几位几位，咱们排下队，身份证出示一下啊。来后面几位，来咱们排成一排。这能过那个？咱们是去哪儿啊？去天安门。哦，那当然直走，您地下通道过马路对面就行啊。我是天安门地区分局机动大队2015年新警李天然。身份证出示一下啊。小董吧，乖董子。成为一名警察是我从小的向往。毕业后，我来到天安门分局，来到了我工作的机动大队。天安门地区是政治中心区，在这里执行可能要比别处的民警辛苦。来，咱排成一队啊！后面排成一队，排成一队，往后排。作为队里唯一外勤的女民警，我也感受到队里的领导是一点找架啊，就一点找架，也学到了很多知识。来，不好意思，先过一下啊。作为一名年轻人，我就是要多多锻炼，要有能吃苦的精神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今天晚上就东南角。一于心之所向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对对对，这是我内心向往的。所以不管经历什么，有多辛苦，有多么孤独，有多大挑战，就算九死一生，我的内心也不会有丝毫的后悔。在平凡的岗位中坚持，在危难的时刻担当的是人民警察，百姓的理解和平安的笑脸，就是我每天工作的最大的动力。